获了7项奥斯卡，瞬息全宇宙，功夫明星李静。大家好，在剧里面我是演杨紫琼的功夫 master。饼干也可以是功夫。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自己，我为你而荣。而且这两个导演呢，就是他，其实我在现场感觉有点像香港的 style。那边他是一个警察，应该 security guard， 他飞起来，然后啪落下来，就这一场戏啊。我们要用了好几百个 paper box， 我啪啪啪，大家就看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 box 砌起来，很快的速度铺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，我们这几个人就给他 build 一个两层高的一个大的一个台子 into the donut hole， right？ 这个恶魔是吧？要进去的时候，你看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去的黑洞之前的狂风大作是吧？旁边的很多的纸张飞起来，开始把鼓风机就四处开始飞，旁边人还丢纸丢纸啊丢纸。那我没有我戏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丢纸嘛，帮大家一口丢纸。等到看完了以后，快剪纸，哈，大家就开始 clean up。饼干也可以是功夫，小纸也可以是功夫，小纸也可以是功夫。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功夫，嗯，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就像我平常教课是一样，这几乎是我的台词。